耶！耶！加油啊，才！哎呦，不错，不错！耶！今天得奖的是才子。接下来分享的是女选手才子，二十二岁，160公分，46公斤，高雄人，擅长的运动是篮球以及健身。本身很喜欢运动，所以。 想说，如果参与的话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有这个兴趣跟一些才能。他的速度应该可以加起来，在加速，一档换速，起来的更快，而且他还距离起跳板还有点距离哦。嗯，才子成绩3米31，是目前。 女选手里面啊最远的第三位选手才子，并没有提供参考成绩。那就各位，预备，好，比赛开始了，这一组开始。才子，才子，一马当先哦。对，而且他可能大概20公分之后就不会有人出了。哎，就是现在的。我们有一个人慢慢追上他了。这么冷静，很年轻，你知道吗？来，欢迎你。 不要，帅帅帅帅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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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棒了太棒了！才子在我的评比的综合指数里面其实是最高的，是，对，那他今天游泳也还不错，其他的都几乎在排在前段班，所以我觉得我选择才子。 接下来篮队出场的是我们的女汉子才子，哇，才子其实她运球呢非常的快速，行云流水，助攻考验助攻的传球框，来，我们稳住，没事哦，才哥稳住，好球，而且漂亮，很强，哇，你看才子的运动细胞真的很惊人，才子也准备做两步，这个上篮呢稍微仓促了一点，换到左边，交替。 现在只用了28秒的时间，才子只要在40秒之内呢投进的话，才子又能逆转了哟！好球，好球，好球！女生的纪录，现在呢反而是3秒，十分吗？十分，耶！满分10分，也是目前为止投进枪的最高成绩。
才子的第一支箭，哇，十分！哇，期待今天如果才子三个十分就破大会纪录了。哇，哎呀，九分！如果才子可以继续稳定发挥，是有机会能够逆转的。才子的第三支箭。 耶！哇，耶！十分，才子也凭大会纪录破了29分。哇，棒棒！收一个，Let's go！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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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哇！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！才子奋不顾身，把这个球打了出去，但是刚刚辛普真的差这么一点点，他的球就要进门了耶！ 哎呦，你们能够一二进？哇！哎，白子也是初学，所以呢，真的是很容易，就是马上上手，球感还不错。好，这个 spare 能不能解到，才可以帮蓝队加分呢？加油啊，才！哎呦，不错，不错。耶！白子，1、2、3，入围！你看才子多可爱，入围了吗？ 还有一个才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呢？就是保龄球项目，他抓下来两个 stay，然后在篮球项目他是女生是最快的，然后刚进球的时候，他在下半场得了2分，所以。 是我的3个入围其中一个。哇！加油！表现不错，大家要宣布。得奖的是才子。恭喜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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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很常失误，然后很感谢前姐跟我的队友们相信我，然后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上场，然后也很谢谢我们的对手，因为就是你们激励到我们，所以今天这个 MVP 希望也可以鼓励到大家，加油！哎，你看他的脚互相抵消掉，有没有？好厉害！刚刚用卡在拉塞那个感觉哦，脚一直在那边哦，好稳哦，天哪！来一个，那你刚刚梦，昨天梦中有遗留什么吗？怎么那么没力？有没有看到大罗、小罗、中罗、大罗，还有李罗、中罗、小罗啊？是是，大罗呢是有十分。大罗三分、啊、最好，因为他最好射手、啊。怎么让白痴罗约大约分数一个三分、六分、十分，好吧？一分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够啦。对呀、啊，白痴哦，对啦。对，他这个好像布袋戏在跑步。哎，照起来。等一下，很久没有那么兴奋了哦。哎，这才多少钱啦、啊？好，来先大罗，大罗那边抢，你射哪里啊？哎，他过去哎。啊，射小罗啦。这一台可以买吗？中罗。你现在只能射小的了啦，差几次了啊！好，你没办法超越我了啦。我们山里来的孩子怎么可能射不到呢？耶！好，赶快！第一件，预备，来第一件。Hello， 你起来 ，Hello。不要跟着你哦。你要随着他律动，对，七也八也，跟着他对，对，你不要抵抗他，对，阿哥哥跟我一样，阿哥哥，好，大罗，你看错你大罗，哎，好难哎，来，你要不要调正一点？要不要调正一点？先下来，马，调一下，对，果然是前男团很会跳，我被扭。扭，有嘞，跟地公园扭一下，有嘞，啊，
你妈妈留一下，墨月一起敲敲。墨月加油！墨月，我怎么觉得他要射我们？小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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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不远？小罗不动如山，你也不动他一下。哎，试试看，真的挑战一下小罗。梦圆稳住哦。哎，那干嘛？来一个，来一个，那干嘛？梦圆。哎哎哎哎哎！小心啊，梦圆。啊！犯规。小张，小张，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梦圆好呆好呆？哎呀，我尽力了。莫远，你刚发生什么事？你跟宪哥说一下。你昨天梦中有遗留什么吗？怎么那么没力呢？不是梦。哦好，我胯下的一直摩擦。我们刚刚有练习，要跟着他的律动。哦，律动。但是刚梦远发生的情况就是他完全颠倒着在跑。这个在电视术语里面叫一集没有对后。一致。一致。不要他摇的时候，你要跟他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很顺畅，有没有？嘿，好，有没有很顺畅？但那个势真的很强，超快的。好嘞，轮到我们国手队，下面国手，我最强的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好，一分，他会越来越快。哇哇哇哇！哇，我也真的会摔马。看到没有？好好一个国手，来这边搞这些干嘛？真的会摔马，真的。好，大罗，大罗，大罗，你瞄哪里？哎，所以我刚刚还算不错的吧？对啊，错，点歌算厉害，厉害哎！因为跳舞的人嘛，你注意表情管理，注意表情管理，不能拉稀，不能拉稀。身体怎么摇，但是表情要注意。身体怎么摇都没关系，但是表情要漂亮，表情要漂亮，表情要漂亮。你就你们兄弟。喂喂。昨天是宿醉是吧？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再来是小罗了。你是啉酒哟。小。好，犯规。好，再来明星队裁判。来，你们厉害了。哇哇哇哇！有，跟着节奏，跟着他动作，不要抵抗他，跟着他走，摇起来。哎呀，有，他刚是重力摔吧？对的，有一点。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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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哎，喂，你们就稳稳的攻击三分的吧。喂喂喂喂喂喂！标准。好响亮哦！哦，哎，这个直接挑战小的，很扎实哎，扎扎实实的三分。啊，九加三等于十二分了。对，是哦。哎呦！哎呀呀呀！哎，他每一标都有中，都很扎实的一标。对对对，好，挑战十分的，他想要挑战小罗吗？你要中罗还是小罗？中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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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罗怪人。啊！好的，12-3，竖心开始。逆转！一剑就中大罗！哦 no！ 我靠，13-12！ no！ 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没关系，还有，我们还有才子，对，还有才子，还有才子，还有才子，哇，突然间逆转了，我的妈！哇，直接赢了！哇，这运动员真是不一样。哦，差一点，他都瞄小的哎。啊，你还是要拼小罗噻，应该被我不幸严重，有没有看到？连中两枚小罗，那可怕喽，后面就很难追喽，不得翻身了。哦，好中。中。中。啊，没有问题。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结果现在国手队反而是听牌啦。哎，来，才子，你现在关键的一点在你身上啊，12分。如果说没有办法射超过13点的话，那你们就输了。预备，都射大罗，都射大罗，来！不，你要先小大，哎，对，大的大的，都射大罗啊！对对对，射大罗就好。哎，你拿反了，你拿反了，拿反了啦！你先那啦，对了对了，因为他有一个箭头，要箭头朝下。对，刚刚讲。哎，你看他的脚互相抵消掉，有没有？好厉害！刚才用卡的拉塞，那个尴尬哦。脚一直在那边。哦，好稳哦，天哪！好，瞄准。啊，太高太
太高了，没关系，苗姐还有两标，但材质力上可以哦。但他这，他的脚刚好用力量抵消，可以很稳的瞄准。对对对，他上半身等于没有在动啊，所以他的稳到不行哎。嗯，直接来中的，我一个猜是中的吗？中的，中的，中。瞄好，瞄好，瞄好，再放。你大的中了以后，就等你们听牌啊。怎么那么难？好大的哦。太高，太高，太高，太高是？哎，有一点高，有点高，好好好。你瞄好再来，瞄好再来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再花一点时间，那个平衡一下。这样够吗？哎，可以。哎。压力来了，压力！我们的国手队还有一位，压力来了，队长就交给你了，好来来来，队长，来，加油！哎呦，压力来了，压力来了，哎呦，对，来来来，哇，哎，郭宏志在决战的一点里面，你只要中了一次大罗，你们就赢了，你攻大罗就好了。现在15-13，你们输了两分，大罗一枚，三分，加油！现在队长他们队长已经紧张到整个头发都翘起来了，好，翘起来，你们拖吧，拖吧，拖吧，脚要离地哦，脚要离地哦，拖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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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因为他们是投手，他对准目标哦是比较拖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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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拖吧。三阵还是在线拳打，拖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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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